梅西真的要回归这样的巴萨吗？当西班牙人还沉浸在失去武磊的悲伤之中时，要知道这里可是西班牙人的主场，并且西班牙人正在降级的悬崖边。当看当07-08赛季的皇马发挥优异，提前三轮夺冠时，巴萨队员特意提前到场，只为在皇马球员入场时献上祝贺的掌声。那时候的巴萨充满了对对手的尊重以及对足球这项运动的享受。当看到有人在场上提前庆祝时，老队长普约尔会第一时间制止。为了帮助 C 亚获得新靴，梅西直接把自己从前锋变成了中场。而现在的巴萨眼中只有名利，一场对于皇马的胜利就足以让更衣室内的派对持续整整一个星期。身披不是巴萨本身具有豪门底蕴，而是梅西等老球员赋予了巴萨的豪门底蕴。